观众好，我们非常的高兴，今天再有机会可以给各位传讲《约翰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今天是从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十七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再报告一次。 因为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都经文的时候，这个报告的太快，所以他们就跟不上。所以今天我再报告一次，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有恨他们，因为他们不说这世界，正如我不说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 保说：“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说世界正如我不如世界一样。”今天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三节经文，我们都知道有哈佛因十七章。我们过去的时候已经向各位讲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在未上未走上十字架路以前，呃，那阿奎说没有做到。不过他以前他对门徒们讲的话以后。 到了十六章完了，那十七章他就为所有的门徒们为他们祷告，他他也说不但是为当时的门徒们祷告，也是为以后因门徒们的话而信他的人祷告。所以这个十七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祷告，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有深远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他年老将要离开世界以前，他能够记得。 这个主耶稣基督祷告的话，而且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它的重要性，不但是对当时，也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巴不得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讲这个十七章的时候，能够对你的灵性能够有帮助啊，信仰上能够更坚定，能够对于你自己的真正的生活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的十经文十四节到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十节到十六节，那是主耶稣在这里为门徒祷告的第三件事。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他今天在祷告中的,的时候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向天父祷告的第三件事。 我们若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那里主道文里面主教导我们说说，我们有祷告的应该求说求父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个铁斯拉诺加后书铁斯拉诺加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在那里也讲同样的话，念主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呃呃讲的经文是怎么说呢？ 啊，这个提摩太后书，呃，第四章第十八节，他怎么说？保罗他在这里说，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救我尽力进他的呃天国，你荣耀归结他，知道永永远远。那从这些经文，你会看见一件事。 撒旦是要用各样的方法，在历代以来用各样的方法要逼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先呢是在教会里面做分化的工作，使我们教会失去那个合一的心智，使我们在神的施工上我们不能同心。那不合一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不合一失去了工作的力量。 不合也也，失去了为耶稣做的见证。这是我们在前几次在这里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呃，这个我们已经讲到这些事。但是呢，他最除了这个在我们教会中间做分化工作以外，他就是在教会以外，用逼迫，用苦带来苦带神的儿女们。那从斯蒂芬在耶路撒冷为道修难。 那或者一直不停的逼迫信徒啊，不过呢，他逼迫的情形是大小有分别而已，我这是程度有轻轻重的不同，但是他一直在这里要逼害所有的这个信主的人，理由非常简单，为什么他要怎么做呢？今天这一段经文主要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找出一点行迹来。 讲到这个恶者，那撒旦他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的逼逼逼迫神的儿女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徒，第一，在十四节说，他们不说这世界，正如主不是不是不说这世界一样啊。这是在十四节里面讲的一句话，主耶稣的，他们不不说这世界，正如我不说世界一样。那我在不久以前呢，美国有一个刚刚。 要做医生的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她因为不免疫，同那些不信主的医生一同啊，同流合污的饮酒啊，说脏话啊，而遭到歧视、歧视、轻视啊，那一些比自己好的排挤，那一些自己不与自己不同的啊，杀害那个比自己善的，这是人类堕落的天性。那该因杀鸭脖就是一个非常。 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对不起，亚伯是一个信神的人，他按照神的教训来服侍他，服侍神，献上祭物。该用不是的，该用他是圣经称为他属于那恶者的，他就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世上，因为不说这世界。 你想想，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怎么不会加害于我们呢？这一定嘛？因为我们不说这世界，我们本来是说他的。现在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脱离了黑暗，脱离了罪恶，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既然这样，他怎么不会加害我们呢？所以他会用疾病，有的是用环境，有的是用不同的人，有的是用政治的手段。 千方百计的来攻击我们，啊，攻击我们的康健，攻击我们的精神，用各样的方法来折磨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精神崩溃。我们我相信，这是历代以来我们常有而看见这样的事情。那旧约的约伯是另外一个好的例子，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真是敬畏神。 不是我们整个读他说的话，我们的这本书的话，我们晓得他是在古代是称为是一个异人，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撒旦，他就要想尽各样办法，要逼迫他。那个逼迫他的程度，不但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儿女，甚至于他自己本身全身受长，痛苦非凡。他就这样的折磨我们这些所神的人。但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 在第四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正好像他在逼卖的那一页，他对西门怎么说呢？“到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住你们，好使你们像麦子一样。等我已经为你们，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兄弟。”这是在《鲁家福音》第二十。 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儒家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主耶稣讲的话。但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虽然圣经给我们看见那恶者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逼害，叫我们受苦，但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他本来得罪我们，像得罪麦子一样。 用筛子筛了以后们，那你知道这个筛子筛麦子的时候，那一种的震动啊，那一种的动作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是那么样的厉害。但是感谢神，他主耶稣一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这是非常非常感谢主的一件事。实际上，教会的历史也给我们证明这件事吗？我们看见各个不同的时代遭你各种不同的碧害。 但是在碧海中间，我看见多少多少的基督徒没有退后的，他们反而信心格外的坚强。他们受最残酷的刑罚，比关在监牢里很小的地方受各样的痛苦，但他们从来不因此而退却，反而站起来更能为神做见证。好像近代的王明道先生这个传道人一样，虽然他两次被关起来，而且关的了非常的辛苦。 不单是他没有改变，而且他更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说，这是何得好。主耶稣这个祷告，对我们那些在世界上被撒旦的侵害啊，呃，被磨练，在磨练中的我们的这些信徒们，他是很大的安慰。OK，主耶稣在他为我们祷告，说求呃天父不要叫我们离开这世界，那是要求。 天赋保素保素，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就是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基督啊，留我们在地上的原因，不是一信主就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那么啊，留在地上呢，我们难免要受撒旦的攻击。但他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在第十四节说的：“主啊，已将神的道赐给了我们。”他说的：“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是他在十四节上而讲的，因为。 他把主的道赐给我们，为着这样的缘故，撒旦他就要逼害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与世界的东西是无法妥协的，无法调和的。而且呢，神的道与世界的事常常是啊背道而驰啊，所以世界一定不喜欢我们啊。世界怎能怎能不加害于我们这一些真正信他的人呢？因为主的道。 是神已经把主的道赐给我们，但主的道同世界的道就不合啊，啊，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一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做这样的缘故呢，啊，他要救给我们受苦难。但圣经的真理很清楚啊，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以世俗为友呢，就是以神为敌。那你想，我们已经得到了主的恩典，我们已经在罪恶中间出来。 我们也有了神的生命，而称我们的神是阿巴父，因为他将儿子的灵赐给了我们。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可以呢？我们怎么可以离开他呢？啊！但是呢，不离开他，我们常常要走这一条一世界妥协的道路，啊！但弟兄姊妹们呢，这个是我们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因为以世界为有的呢，就是以神为敌。 若是我们要跟着世界去做朋友，我们要同同他们一样的生活，啊哈，我们在灵性上我们就不能讨生的喜悦。而且圣经还有一句话，那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啊，说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一定的一件事。主耶稣就也讲嘛，啊，你要侍奉神，要侍奉马门，不可能。那、啊、马门在圣经里面是说钱财，以钱财为神。 那正像说的，我们人是人要爱世界呢，我们就不能爱富，是一个道理。我心里请问，爱里面是绝对是专一的，中间不能够有夹杂的。那我们在平常自己的那个怜爱的生活史里头，我们尝到这件事情，尝到这个味道啊。最近啊，常常看见有这一些因为爱里面不纯洁而这么受到打击。那么你想想看，我们爱神要爱世界，那怎么可以？这两样东西绝对不可以。 你要么服侍神，你要么占一些的服侍神，不然的话，若是你要服侍神，又是服侍马门，你要服侍两个做是不可能的。这两者之间呢，神的道与世界两者之间呢是不能妥协的。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要做神的路，我们就不能做世界的路；若是我们要做世界的路，我们就不能做神、做神的路。这两者之间。 是没有办法调这个呃协这个这个妥协的。为什么我看见过一个传道人，啊，那么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看到这个工作的负责人他处理行政的事情不合圣经，啊，他心里非常痛苦。但有的同他接近的人对他讲说：“哎呀，你就是睁个眼就闭个眼吧。” 我晓得这个传道人，他对这个劝他的人怎么讲呢？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我不要将来一个眼上天堂，我要两个眼完完整整上天堂。”所以，他不能做下去，他毅然决然的就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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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的负责人指责，认可不做，真的，神的道与世界的光景呢是不合的，所以我们。 这些不愿意屈服在世界的影响之下的人，我们不愿意同世界上一般的人同流合污啊！啊，成为这个呃呃同我相机，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世界怎么不恨我们？世界怎么不要逼迫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单是为当时的门徒们祷告，那我们鲁是都斯多显战的话，我们就知道。 啊！当时主耶稣基督一复活、一升天，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就服侍神。啊，你们可以看见他们说遭你的逼迫啊！他们禁止他们不准把主耶稣基督的道那个充满耶路撒冷但他们不能做这件事。他们说我们听神不听众人，你说呢？哪一个样合理呀、啊？哈、啊！他们不能不能这么做、啊。 所以他们就遭受逼迫，被他们鞭打，甚至于有人为主耶稣的道而殉难。所以，正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神把主的道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他说，这个世界必定要恨我们的。第三件事，在今天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里面，他怎么讲的？在十五节里面，主祷告说：“我求你，叫他们不不求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你怎么样拆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拆他们到世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立刻的离开世界。当我们信主以后，他有他的目的，他不叫我们离开世界，立刻的到他那里去。我们享受可以说人生中间从来没有享受过那么样的安宁，那么样的安闲。 你想那、这个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混乱，无论在哪个地方提心吊胆。你工有工作的人，你担心工作的失气，沈业；你身体康健的人，你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一个不不治之症。有多少的这个恐惧，有多少的觉得孤单、无助、无奈，像这样的感觉。但感谢上帝啊！但有一天，若是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话，那个情景就不一样。 哇！所以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主但主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信了主以后离开世界，能不能能做这件事？是不是呢？这就有人们看见啊，这个呃，伊利亚怎么样的比神接去了啊？伊诺怎么样的比神接去了？那主耶稣说：“我不叫他们离开世界。”他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差我们到世上来。 好像神在他到世、嗯、世上来一样。郭一，我想各位一定记得，有一个人被鬼伏了，啊，他被人呃这个赶在这个住在这个坟坟墓里面，他用铁链锁锁住他，他把铁链会呃呃解开啊，他常常用石头砍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想怎么样又被鬼伏的，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基督，哈啊，拯救了他。 他他特别的严格，他过河过个呃这个呃这个家里的河，那、呃、到那个地方，哎，把他拯救了，把这个鬼就赶出来。他坐在那里，安静的像一个完完，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正常的人。你们记得这件事吗？啊，那么在这个禁锢以后，他主要说据多，呃，被他们赶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候，那被鬼服的那些鬼。 就到了这个猪群里面去，这个猪群就就跳在到，跑到海里面淹死了，所以当地的人就把主耶稣基督不要他们进城，但这个人要跟耶稣，耶稣不要，等你留下，为什么呢？啊，他要主耶稣留他在那里，要为主做见证，叫做神在他身上做的一件大事。现在主耶稣也是这样，用，留我们在世界上，为什么他拆迁我们？那么请听啊，若是我们是拆比主拆迁的。 那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黑暗、脱离罪恶、脱离撒旦的权势，要把他们的灵魂从他的这个权势之下救出来，要带进他们精神的国度。你想想看，我们在世界上要做这一件重要的工作，你想这个撒旦怎么可能让我们顺利的不受逼害、不受难处呢？ 哇，这就是为什么《演故》《以弗所人数第六章到末没了的时候，保罗他就劝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什么？因为我们征战的那个不是以血气的人征战，不是以世界上的人征战，乃是以那在天上那个执政掌权的那个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因为他看见我们这样，他必定要来逼害我们的。 历代以来，有多少神的仆人们为做传福音的缘故而牺牲？所以有句话说：“这个宣教士的种子是寻到这里血来浇灌的。”这是真的话。从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呃卡托耶呃信，in, 啊，那么他就就这个悬浮到西昌呃去呃传福音。那西昌是一个完完全,全佛教的世界。 所以，当他进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要招你，呃，这个逼迫的。但是他们先把他赶出来，对他说：“你若是再回来的话，要传福音的话，我们必定要赐予你死刑的。”哎，哪晓得、啊、这些这一些的西藏人回去的时候，这个这个这位的姓，这位的呃这个呃呃卡托卡托耶姓啊，他也也跟着就回去了。哇，到那里照样的要传福音。 这不久就被这些人抓到了，抓到了，他们用最残酷的刑罚来将他刺死。你知道，在西藏一个最残酷的那一个时代，最残酷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把一个活的牛杀了以后，就把它的皮剥掉，然后的时候就把这个人用这个皮啊，这个新鲜的皮啊，把它鼓起来，把它捆得紧紧的，放在太阳里晒。这个牛皮一晒啊，它就缩了嘛。 哇，这个人骨在里头已经很紧的了，这一晒这么一缩了，哇，他这个全身的骨头差不多都像碎掉一样的，那么样的痛苦。这个人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之下牺牲了生命的，真是好像夹在里头一样的。哇，这个痛苦谁能担当得起呢？真是担当不起的。但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离开了世，离开了世间。 但是呢，他在临死以前呢，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看见天师赐个赐一往这个赐给一个寻道者的冠冕，寻道者的冠冕。”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真的，这是何等一个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撒旦绝不放松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信徒，我是传道人。” 遭你患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坐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使我们不失去信心。念住赐福给你们，朋友，您如何经营你的人生呢？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有得救的盼望呢？圣经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